不会用吵架，不会口出恶言这样。我们从来，我们结婚30年，从来没吵过一架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经常有黑脸。但是这样的黑脸会持续很久，会过夜吗？没有啊，一直到你想到办法去把那些黑怎么样涂白。想到新的笑话的时候。对啊。或者送花，或者送那个什么浪漫晚餐之类的。哦，不会。你不做这些的。我不做这些的，没有很多很多人都问我啊，你情人节或者是太太生日或者是圣诞节，你送什么给她？其实我当然偶尔也有了，但是我送礼物送花不是说等一些什么重要的日子啊节日啊什么的，日常生活中的送。对，日常生活中你看到一件，因为我觉得礼物嘛应该是要适合那些人，而不是说很名贵或者挺名贵。所以张哥都不会庆祝那些生日啊情人节那些节日？很少，就吃顿饭啊。情人节我会订一束花，情人节就会订一束，因为女孩子嘛，那还好我老婆不上班，她宅女，那上班的那些女孩子啊，整个 office 里头每一个人都有，就她没有啊，你看宅过死了，自己买一束也，自己买一束让人家送过来。感觉家辉哥很懂得怎么去让老婆开心，那女儿呢？女儿会跟你吵架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他们只会批评我。批评什么？啊，爸爸，你今天发型了？你怎么穿这个裤子？我那天不是去医院的时候，不是去穿了一个花，有点花的那个，我约在我房间。我从睡房一出来啊，你从这个上去啊，去上台啊，啊那艾迪会很丢脸。什么？我说你看他现在蛮整天装成熟，爸爸穿的花俏一点，你应该的嘛。不是了，你不是花俏不花俏的问题，是难看。那你对女儿有办法还是都没辙这样子？啊，你对女儿没有？其实我觉得是整个过程吧，因为从小时候跟他们相处到现在，大家都维持着一种，我不能说朋友了，但是好像就是家人。啊，我没有把父亲的那种所谓威严放在前面。爸爸对女儿通常都没有啊，妈妈也没有啊，妈妈也没有，妈妈没有啊。那你会比较宠吗？不算宠，不算宠，我教育得很好了。算有求必应吗？比如说他们有男朋友啊，这些都会跟我讲啊，都会带回家来啊，都会分享啊。两个都有了吗？两个啊。别捡他们，你看到报纸他们又来了。哎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 Instagram 那个你女儿会做那个，哦，对不对？哎，长那么大了没男朋友我才害怕。对，